我可能真的喝多了，我完全没发现包被别人偷走了。我不想打给爹，除了你，我不知道还可以找谁。你们吵架了？他以为我跟我妈带月月去了澳门，一整晚都没回家。他已经承认爱上了别的女人。我不是要替他说话啊，他把他弄成这样，他未必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老是这么对我？我跟月月以后该怎么办？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靠住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那么多记者跟着，你还有心情工作？我行得正坐得端，怕什么？一旦月月下楼被记者围，只是想演场戏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听把你害得有多惨，记者已经被我封口了，不会再报道。吉娜告诉你的？不重要，我发段声明给你，照读拍下来，帮听做出澄清，尽快平息风波。走出这一步就一定要抢到月月，不然我是不会收手的。你官司赢了又怎么样？月月以后怎么见人？去到英国就好了。法官知道你这么疯，不会判你赢的。你不用吓我，你把他逼疯了，基本就不会逾期。不会逾期，你走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我不想再听你说话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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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